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。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两足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诸众中尊。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两足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诸众中尊。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两足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诸众中尊。请看《大经科注》第962页，我们从第二行看起啊。愚害真人，真人为作愚傻真人。下面接着看，汉译作愚傻罗汉啊，为一座愚沙真人啊，真人就是阿罗汉啊。故曰啊，这个有个注解《寻印音译》里面，真人是阿罗汉也。又《法华书记》云：“真是所证，证真之人，故曰真人。傻阿罗汉，即为无逆重罪。”这先罢了，真人给我们介绍出来啊，真人是指阿罗汉。阿罗汉有四种，叫四果、粗果、须陀洹，二果三国阿那汉，四国阿罗汉。所以阿罗汉是小乘最高的地位啊，确实他有能力超越六道轮回，不再到六道轮回里面来投胎了啊，斯陀含还不行，斯陀含是三果，他还要一次，在六道里头还有一次轮回，四果没有了，超越了，这才称为真人。是阿罗汉，是无逆重罪。佛在经上告诉我们，
造作罪业有五种，最严重的、极重的罪业，决定堕无间地狱。啊，这五种依着轻重的顺序，第一个是杀父亲，第二个杀母亲，越往后面罪越重。啊，杀母亲的罪比杀父亲重，杀阿罗汉的罪比杀母亲重。啊，再其次的就是破惑惑身。触佛身血，佛是大神，有很多护法神保护。啊，杀佛害佛是不可能做到的，但是让佛受一点伤，身上出一点血，这个有。提婆大都害释迦牟尼佛就看到了，这比杀阿罗汉的罪重。最重的罪呢，就随后这个破惑惑身，身是修行人，在佛教里面出家受戒啊，成为僧团里面的一员。这个僧团活活僧团啊，讲六活活。过去佛陀在世出家，无论是男众女众必须要遵守的啊，大众在一块相处，第一个见惑同解，对于宇宙，对于万法，对于人生，看法想法一定是一致的。这一致从哪里来的？从佛的教导啊，真正理解，真正体会到这个见解是什么？就是大乘教里头常说的一切法从自性生的，自性能生能现，万法是所生所现啊，自性所生的是幻象，所以《金刚经》上告诉我们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这一句话是共识啊，相是有形有相的，还包括无形无相，那更深一层了啊，是心现识变，《华严经》上说的这个问题，现代量子力学家已经达到这个境界了。啊，他们的研究观察，把宇宙之间所有的物质现象搞清楚、搞明白了。
答案是什么呢？根据量子力学的研究报告，这个世界，我们讲的世界，讲的宇宙，不止这一个太阳系、银河系，整个虚空法界，无量无边的诸佛刹土，用佛教的名词来说，都没有物质这个东西存在。物质是什么？物质是假象，不是真的。那我们今天看到六根所接触到的，眼见色，耳闻声，鼻嗅香，舌尝味，身对外面的接触，还有第六意识，起心动念，这怎么是假的呢？能觉察的六根，所觉察的六尘，六尘是眼对色，耳对音声，鼻对香，舌对味，身体的接触，意，起心动念，讲到第六识，小乘只讲到六识，大乘讲到八识，更深层的有第七摩那识，第八阿赖耶识，第六是意识。小乘讲到这位置，意识是分别，第七摩那，摩那是执着，最后阿赖耶，阿赖耶叫藏识，藏就像仓库一样，我们起心动念，言语造作，阿赖耶是个仓库，所有的档案都藏在这里面，不会消失。即使成佛了，他也不消失。没有成佛，他是十法界六道轮回的真因。成佛之后，转八识成四智。迷的时候是八识，觉悟的时候是佛菩萨。佛菩萨要用这个东西来度化众生，这叫什么？跟佛菩萨叫有缘。佛不度无缘之人，一定要有缘分。缘有善，有恶，有无忌，很复杂，很多。如果真的搞清楚、搞明白了，就知道人生在世不是真的，假的。很像是做梦，我们都有做梦的经验，知道梦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
佛也是这样告诉我们。啊，《金刚经》后头的偈子，有一首偈子说：“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，应作如是观。”啊，这是佛在《般若经》里头告诉我们。我们对于整个宇宙，用什么样的心态来观察？要用做梦，跟梦境没有两样，只是比梦境的时间稍微长一点。实际上，不是我们想象到的。啊，科学观察，把物质用分析的方法，跟佛经上用的是同样的。释迦牟尼佛为我们解释，也是用这方法。啊，把一个小小的物体分成两个，两个再分成四个，四个再分成八个，一直分下去，分到最后没有了，不见了，那就是最小的物质。佛经上名词是极微之微，啊，微细，极其微细，极微之微，用这个名词。啊，我们这个地球上的人，80年代发现了原子，认为原子是最小的单位物质。以后随着科学不断的进步，仪器不断的更新，啊，再把原子还是可以打破的。把原子打破了，看到它是由原子核、有中子组成的，啊，并不是最小的，啊，不断的把这些小东西、原子里面所包含的，啊，粒子、夸克，到最后把极微之微找到了，他们的名词叫微中子，就是佛经上说的极微之微。微中子打破之后没有了，空的。啊，这个发现意义很深。佛在大乘经上说过，凡夫用第六意识，就是第六意识的观察思想，啊，可以能够圆到阿赖耶的三细相。这个三细相就是物质现象、精神现象、自然现象。啊，佛学的名词，阿赖耶摩那意识。能圆得到，啊，真的现在圆到了。可是现在在观察念头的现象，因为物质从哪来的？从念头来的。没有念头就没有物质，所以佛说物质现象从心想生，想什么他就有什么，他就变什么。你不想呢？不想，他又回归自信，没有了。
不但念头没有了，物质现象也没有了，回归自性。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，二三十年之后，这个起心动念呢，会被科学家找到。他也不是真的，不但他不是真的，连八识的根本，就是第八识阿赖耶，也不是真的。从哪里来的？一念不觉而来的。一念觉，阿赖耶就转变成大圆净智，圆是圆满，智是智慧。那我们知道，自信迷了就叫阿赖耶，觉悟了叫他做自信，禅宗的明心见性，主要就是把它恢复，见性就做佛，啊，见性的人就是佛陀。佛陀是九法界众生的老师，你怎么可以害他？他是大好人，大善人，他不要任何报酬，也没有起心动念，看到苦难众生，真的是全心全力去帮助他，帮助他破迷开悟，帮助他离苦得乐，这样的人到哪去找？你遇到了怎么可以害他？啊，所以害佛这个罪就重了。啊，更重的罪，人很容易犯的罪，破惑身。无论是在家人、出家人，四个人以上在一起共修，就叫僧团。啊，僧团最少是四个人在一起共修。你去障碍他，你去挑拨他，让他们自己互相猜疑，心不清净，这个罪很重。为什么？因为人生难得，佛法难闻，尤其是修净土，所以为什么这么重呢？佛在经上告诉我们，人死了以后，失了人身，再得人身，难啊，比登天还难。所以经上常常提醒我们，像三恶道、地狱、魔鬼、畜生，这六道的三恶道，这里都不能去，去了之后，去了容易啊，出来难啊。要多久才能出来？有那么一个机会，五千劫，
这时间太长了，三途一堕五千劫，五千劫才有一个机会的人生，你就晓得这个人生多难多可贵啊！得到人生，你要是闻到佛法，要是遇到净宗，你这一生就可能成佛。你怎么能障碍他？你怎么能害他？你害他，这个罪是无间地狱的罪。他的机会好难得到啊！你怎么忍心去障碍他？啊，让他丧失信心，让他生怀疑，啊，让他留念这个世界。往生极乐世界，愿心生不下来。啊，障碍他念佛。不要看这个是很容易犯的事情，很平常的事情。这个罪过比破佛身学的罪还重。谁知道？没人知道，没人能把它讲清楚。可是佛在大小乘经典不知道讲了多少次，真是慈悲到极处啊！然后回过头来珍惜生命，我们活在世间活一天干什么？念一天阿弥陀佛，事出世间的善没有比念佛更善的了。你要求智慧，你要求福报，你要求长寿，都在这一句佛号当中。要懂啊，现代人心不善，人心坏了，福报就薄了。我们今天这个世界为什么这么乱？福报不够啊，没福啊，你才遇到啊。啊，比较起来，马六甲还不错啊，善人还是多。啊，整个世界都在动乱，这个地方太平了，不容易得来。啊，既然遇到了，怎么办？佛号莫中断，这个境界你就常常遇到。一心一意求生净土，你这一生人生没有白得，这一生就成就了，圆满成就啊！依靠什么？就依靠这一部无量寿经。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觉，
经题比较长，意义大圆满啊。前半段讲的是果德果报，后半段讲的是修因，你怎么样才能够得到这果报。果报讲三个，第一个是大乘。大乘是什么？大乘是智慧，究竟圆满的智慧，大乘。这个智慧现前，事出世间一切法，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没有一样你不通，没有一样你不明了。啊，为什么要明心见性？就为这个，样样清楚，一点都不迷惑。过去、未来、此界、他方，通达无碍啊，这大乘啊，智慧，究竟圆满的智慧，这个智慧现前叫成佛了。啊，第二个福报，求福啊，福报很多，无量无边的福报。第一福是什么？寿命，无量寿啊！再多的福报，再多的智慧，如果你没有寿命，那不管用啊，等于零啊！啊，所以寿命很重要啊。那阿弥陀佛告诉我们，我们每个人，人人都是无量寿啊，见性就无量寿了。无量寿是本来的寿命，怎么会变成几十年？就给你看事情啊，这是迷失了自信，那你就胡作妄为，造些什么？造业，业是四，正在造作的时候是四，四业，造完之后跟你算账，那叫业啊，所以造的业有善有恶，有无忌，无忌就说不上善恶啊。我们吃一碗饭，喝一杯水，这个没有善恶啊。那善有善果，恶有恶报啊。这是先把无量寿提出来，后面庄严，庄严就是美好庄严的意思很深很广啊，造的善业圆满的善果是极乐世界。极乐世界从哪来的？是我们自信本来具足的，不是外面来的。啊，只要我们把一切恶业习气断掉，极乐世界就现前。我们今天现前的
是什么业？是我们自己不善的业，感应。一因一果，莫非前定。没有这个业因，怎么会有果报？所以到这个世间来了，跟这个世间所有的人都有关系，都不是偶然的啊，不是碰到的，都有业因啊，没有因不会碰在一起啊，缘呐，庄严。极善的圆满的大善是极乐世界，极其恶的我们讲的无逆罪，杀父杀母杀阿罗汉，触佛身血破火和身，这五种你通通都做了，果报是什么？无间地狱，无间地狱自然现前。他从哪里来的？是五种不善业极重的罪业变现出来，这么回事情啊，与阎罗王不一样啊，这个一定要知道。你要不再造这个罪业，你遇到了你也见不到。我年轻的时候遇到一个老人，老人很慈悲，我们喜欢听故事，他的故事都是亲身经历的。不是虚假的。我们对因果深深相信，得利于这位老人。朱金咒老居士。啊，他跟李炳南老居士是老朋友。他们也同年。我认识李老师，他介绍的。啊，告诉我，善恶果报，丝毫不爽。人，起心动念就是业。你说出来，言语口业；不说出来，在心里头叫意业。只要动念头，阿赖耶识里面就有记载，就有资料了。啊，身体的造作。真的是丝毫不爽啊！他是章太炎老先生的女婿，章太炎先生的小女儿嫁给他。他小时候很聪明啊，章太炎很喜欢他，把女儿给他了啊，所以他跟章太炎很多故事的时候说不完的。他曾经有一个月做东岳大帝的判官，大概是判官地位很高，相当于现在讲秘书长啊，东岳大帝管五个省。
归王啊，五六个神呢都归他管了，这人的生死都要经过他。那么可能是判官有事情不能上班，请他去代替，他就待了一个月。晚上睡觉躺在床上就像死人一样啊，而且时间很准确，有小鬼来接他啊。那个时候他们还交通工具是坐轿子，感觉的这个轿子不是人抬着的，好像在空中飞行啊，不是在地面上走啊。有一次他是张老先生是学佛的啊，佛门弟子，给东耀大帝建议，希望废除炮烙这个宪法啊。这个炮烙是铜柱，铜做的柱子，火烧烧得红红的，罪人去抱这个柱子，那考人呢，那考鸭，这考人呢，这个刑法不人道，能不能废除？东游大帝就告诉你，先到炮烙这个地狱去看看，回来的时候再说啊。派了两个小鬼带他去了啊，走到那个地方了，告诉他，他看不见，所以恍然大悟，跟阎罗王不相干。地狱是不是阎罗王建？不是。地狱从哪里来？是你自己不善罪业变现出来，也不是真的。你没造这个罪业，到这个地狱你看不见的啊，这才完全明了啊。他这一个月在轨道里面啊，也有不少见闻啊，常常讲给朋友们听，我也听了不少啊，告诉我真的一点不假啊，不是虚构的，不是迷信，千真万确的事实啊。在这个地方我就不便多说了啊。你说相信因果报应，相信人死了有六道轮回，他的信心百分之百，我们比不上他，他见过在阴曹地府做判官那么高的地位啊，这些犯罪的人所得的报应他都看到不是假的啊。真正了解人怎么敢动个恶念，无戒是善，决定可以做到啊。无戒是不杀生，不偷盗，不淫欲，不妄语，不饮酒，这个五条是善，
是在无戒的基础上，把口业说了四条，因为口业是最容易造业的，说话不能不谨慎。你要是不谨慎的时候，常常造口业，以后麻烦了，口业多了，瓦舍地狱啊，那也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到那个时候后悔莫及了。啊，所以言语要谨慎，要小心，要谨慎。如果言语伤害别人，果报很麻烦，严重的也在无间地狱。说话要负责任，说话要小心谨慎。帮助别人，回头是岸，善思。帮助别人造严重的罪业，果报很可怕。他是主犯，你是从犯，将来一起受罪，逃不过。啊，经历这一次战乱，老居士有很多东西失传了，非常可惜。啊，这是我们近代遇到的真人真事，绝对不是迷信。所以破活佛身的罪比前面都重啊，决定不能做。这就是毁谤别人，造谣生事啊，让他修行不能用功，破坏他学习的环境。那我们反过来看，我们帮助一个人，支持一个人，帮助他学业圆满，帮助他将来有成就，弘法利生，这功德多大，说不尽呢。所以今天有人问我，想修福，佛说的财布施的财富，法布施的聪明智慧，无为布施的健康长寿，你常常修这三种布施，这三种果报你都能得到，这真的不是假的啊！我在年轻的时候，是一个没有福报的人，而且是短命的人，一无所长啊！啊，跟到朱老，朱老对我帮助很大。以后学佛给我介绍李老师，难得我在李老师麾下10年，
跟张家大师三年。啊，张家大师的三年是奠定基础。啊，李老师的十年是学习经教。这个缘殊胜，机会好，而且都抓到了，啊，才有这点小成就。张家大师很难得，我初学跟他的时候，他就告诉我，因为那个时候方东梅先生把佛法介绍给我，告诉我佛法不是迷信，佛法是高等哲学。我跟方老师学哲学，最后一个单元他给我讲的佛经哲学啊，我们原先以为是宗教，不接触，不碰它。啊，到老师告诉我，这是最高的哲学。释迦牟尼佛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。大乘佛法是哲学的最高峰。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。我这么讲了。啊，所以我见张家大师，我就向他请教，佛门有没有简单容易的方法，教我们很快能成就？我问这句话，他看着我，我看着他。我们看了半个多小时没说话，我是等他，他也等我。他等我什么呢？我们年轻浮躁，你心不清净，心浮躁，他不说，说了怎么样呢？说了你不中听啊，不在意，没把它当作重要的听，所以在等，等到我心浮气躁下去了，降下去了，才告诉我。啊，告诉我讲一个字，有，那我们精神就挺起来了。有，这就好好听了，这心又动了，清净心失掉了。再等，等了差不多将近十分钟，我这个气又降下去了。他才告诉我两句话：看破放下。看破帮助你放下，放下帮助你看破，从初发心到如来地，就这么成就的。这个我懂啊，但是前面那一个多小时，将近一个小时，一句话不说啊，我看他，他看我，那个意味深呐！啊，不是这种教学，我不会认真。看破是什么？了解事实真相。事实真相是什么？《金刚经》讲的最好。经文不多，
讲得非常彻底，真相是空的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。真相明白了，你才肯放下。你为什么不能放下？你认为这个东西是真的，不是假的，所以你不能放下。原因在此地。啊，他等，有耐心等，一定要我浮躁的气都没有了，定下来了，他才跟你讲。大概以后他没有再遇到学生。为什么？一般学生说，问你一个问题，你半个小时都答不出来，大概就算了吧，走了，不等你了。啊，我能够等是，一定，你没有叫我走的时候，我就不会走，我一定要等你答复我。我是这样跟他三年，每个星期见一次面，至少一个小时。啊，我这一个星期所学的向他做报告，啊，请他指教。啊，老人，我跟他是65岁、68岁走的，这些话语重心长，字字句句都重要，一句都不能舍掉。啊，底下这一句注解是黄念老的注解，解释破惑僧对于活佛如法修行佛道之僧众，以手段利见之，实之斗乱，令废法事，名为破惑僧。说得好。啊，这几句话是黄念老居士说的，说得很清楚，很透彻。我们要遇到真正活佛的僧团，要赞叹，要供养，要护持，那是很大的福报。这么一个小团体，能有一个人出头，将来讲经教学，能够做得好，做成功的，这佛我做到。啊，所以有人问我了，说供养，哪一种供养的回报最大，利息最多？我现在告诉人什么？汉学院。汉学院你布施10000块钱，等于在别的地方做功德的100万，可能还不止。啊，为什么？汉学院的目标很简单，是要培养一批老师，他们一生都要做老师。做什么老师？小学老师、中学老师。虽然拿到博士学位，我并不想叫他做大学教授。为什么？扎根的教育重要。这一代是，这100年、一世纪。
没有圣贤注释，在中国传统文化也很少有杰出的成就，不多啊，章太炎算是一个文字学啊，他对于中国这个说文音韵训诂啊，这是下了功夫，现在在台湾大陆传下来都是他的学生啊，我们所遇到的第四代，现在我们培训的第五代，这个重要啊！啊，所以修善积德要智慧，没有智慧，找错了对象，把假的当作真的，真的看作假的，你的福到哪里去？那什么没智慧、没有福报的人，下面是念老引用《阿舍世王问无逆经》，这佛说的。这经文里头有。云有无逆罪，若粗心子，这男孩，粗心女是女孩，为此无不救罪者，必入地狱不已，云何为无？为杀父杀母，害阿罗汉，斗乱僧众，其恶意与如来所。说此五乃无间业，这一句很重要。前面说的这五桩事情是无念罪，感无间地狱之苦苦，以上名痴嗔之物，于是成慧也。啊，说到这个地方，后面还有一句：愚痴蒙昧。这一句下面都是证明痴卧出生之痛。痛是现世报，烧是堕地狱，地狱是一片火海，所以用一个烧就代表啊，无痛无烧。下面愚痴蒙昧以下啊，证明痴卧出生之痛，蒙昧无知就是愚痴啊，愚痴无知反而自为智慧，自以为是，实在是愚痴之气也啊，这个就是愚痴的人，他不承认他愚痴，他认为他有智慧，认为他比别人高明啊，他才造这么重的罪业。国报先前，来不及了。
啊，所以这些愚痴无知，凡自为智慧，自以为是，愚痴到基础。又因愚痴不信三世因果，故不知此生之所从来，亦不知死后向何处去。这是真的。现在躲在这里面的人越来越多啊！为什么？现在人认为古圣圣贤的教诲都是不符合科学，完全用科学来做标准啊，居然有全盘西化，把中国古老东西统统丢干净，那都是错误的，那都是迷信，害得我们这么辛苦。我们要走西方人的路，现在大家看清楚了，西方人比我们快乐吗？我这些年来这地球上五大洲走遍了，我看他比我们苦，他没有我们快乐。他那个快乐就像打麻飞啊，吃兴奋的药物是刺激，哪来的快乐？真正的乐中国人有，外国人做梦也没想到。这是我们一定要认清楚的啊。孙中山先生在他三民主义民族主义第四讲，我记得第四讲里说过一段话，中国跟外国比，我们不如别人的就是机器，就这一样东西，除这一样东西之外，他们都比不上我们。啊，孙先生可惜死得太早了，他如果能多学多活10年，中国不是这个样子。我们要冷静啊，不要被眼前这些现象欺骗了。啊，中国你看看文化发展多高多少，文字起源要算伏羲画八卦那个时候5000年的没中断的啊，从甲骨到中庭文再到小篆统一了中国的文字，所以中国的统一它是天道，天道就是人道，不是霸道啊。外国人统一是横行霸道，仗着自己的机器发达，
欺负别人，侵略别人的土地，啊，把别人都看作奴才，跟中国不一样啊。中国在那个时候，伦理兴起来了，都要算到皇帝。啊，皇帝距离我们4000年，大概4500年了。啊，五伦五常就讲究了。啊，四维观众说的，春秋的末年。啊，到秦汉初期，中国传统的文明就树立了，道家、儒家出现了，道家出现了。啊，汉朝的初年。汉明帝永明10年，永平10年，公元67年，佛法传到中国。啊，汉明帝派了特使到西域去迎请，啊，印度高僧。摩腾诸法兰带着经书佛像到中国，啊，跟中国超越接触，皆大欢喜。啊，所以佛教到中国差不多是2000年。释迦牟尼佛一生所讲的经教大部分都流传到中国，中国把它编成一部大藏经，翻成汉文，啊，还有印度高僧到中国来，他们带来的，我们这法师到那边去取经，文化的宝藏。啊，佛法是教育，一定要肯定，不是宗教。啊，宗教这两个字，用中国文字来说，佛教是宗教，啊，儒道都是宗教。啊，宗有三个意思，第一个是主要的，第二个是重要的，第三个是尊崇的。啊，教也有三个意思，教育、教学、教化，这两个字合起来，就是人类主要的教育，人类重要的教学，人类遵从的教化，这哪有迷信？佛教到中国来之后，连道教也不是迷信崇拜。大乘教给我们做了证明，啊，最明显的释迦牟尼佛，今天要做佛事，佛所做的什么事业，不是金蝉佛事，
不是教学啊，他30岁开悟，19岁出家，参学12年，印度所有的宗教学派都学过，学了以后感到不能解决问题，没得学了，没得学就放弃了，不学了，到菩提树下入定开悟，这些表演都是很深的意思，我们要能体会。佛是无私自通的，从定开悟的。你看因界得定以后的教我因定开悟，用什么方法？方法多，84000法门，无量法门都能开悟。所以说法门平等，无有高下啊，在中国分大乘8个宗派，小乘2个宗派，大小乘合起来10个宗派，哪一个宗派都可以开悟，你只要依他的方法，方法就是戒律啊，所以我们把一门深入唱诗熏修这2句戒律学习修学的概念啊，方法呢从哪里下手呢？读书千遍其义自见，从这下手。啊，为什么？知识分子喜欢读书，就用读书的方法来修定，他会开悟啊。悟了之后，怎么知道我的？这本东西没人跟你讲，你没有学过，你读了1000遍，居然自己能通达。自己能讲还讲得头头是道啊，再读1000遍你讲的意思就更深，讲的意思就更广啊，那么再1000遍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全通的，学过的通的，没有学过的也通了，妙不可言呐！我们明白这个道理，没法子修，语言不俗，福报不够啊，没有人认识啊，没有人支持。啊，还要无意当中被别人利用，利用是利用我们造业，骗人呢，这就不好了。所以，我们修行、修福要注意，还修慧。修慧的人注意要修福，福慧双修，
你才真正能做好事情。有福没有慧，有慧没有福，都没有办法做得圆满。啊，有慧没有福，不圆满。有福没有慧，会偏了、邪了，自己不知道。啊，所以遇到好老师不容易，太难了。老师的恩德永远不能忘，老师的儿女跟我们是亲兄弟一样，没有差别，要互相照顾。那么说，哪些是愚痴？愚痴的标准是什么？不知此生所从来，不知死后想活出去，这就是愚痴。我们几个人知道啊，我的前身是从哪里来的？不知道。死了以后想到极乐世界，现在还没把握，有把握才真知道。有没有真理？有，我们亲眼见过，亲耳所闻。有同学往生，走的时候瑞相稀有，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告诉旁边的人，阿弥陀佛来迎接我，我跟那佛走了。啊，不明因果，不信轮回，这愚痴啊！不知利他，唯图自利，这愚痴啊！故待人接物，不仁不顺呐、啊！庄子曰：“爱人、利人，谓之仁。顺者何顺？人一定要爱人，一定要利物。为什么？”前面引用道家的庄子：“天地与我同根，万物与我一体。”要不要爱人？万物与我一体，要利物。爱人是爱自己，利物是利自己，自他是一，不是二，这叫人。庄子这个意思比儒家讲的更透彻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不能爱人利物的就不是人。人是二人呢，想到自己就要想到别人，不但想到别人，慧能大师说的开悟的时候最后一句话：何其自信，能生万物。万物是宇宙，整个宇宙从哪里来的？
是我自性生的，是不是一体？自性能生呐、啊，万物所生呐、啊。我身体也是万物的一物啊，你身体也是万物当中一物啊，是一不是二啊。啊，这个道理明白之后，才知道佛为什么那么爱人，菩萨为什么那么原谅人，不怨恨人。啊，不但不怨恨人，所有些动物、植物、矿物，一切万物，他为什么都那么爱？这个意思顺啊，顺和顺，为之自私啊，故希望长生。长生是为自私自利，佛菩萨长生住这个世界，常住世界是教化众生，啊，教化众生没有时间限制，完全看缘分。有缘就不能走，没有缘就可以走，缘成熟了再来，来去自由啊。啊，所以大圣大贤诸佛菩萨常住世间，帮助苦难众生，用什么方法帮助？用教学，用示范，身行言教，用这个方法。帮助别人，离苦得乐。苦从迷来的，乐从觉悟来的，所以帮助他破迷开悟，就是帮助他离苦的路。他真觉悟了，乐得乐，皆大欢喜啊。我们再看下面一段，第四个小段，障蔽现前，障碍，请看经文，慈心教诲，诸佛菩萨。阿罗汉祖师大德慈心教诲，而他不肯信，苦口语语无意其人，他不信，所以他得不到意思，心中闭塞，意不开解，原因在此地。啊，再看后面文，大命讲宗，回聚教之，但是恐怖现前，贪生怕死，啊，造作一些不善，临终的时候很麻烦，为什么？他看到无常大鬼，
带他去啊，看到许多造作罪业的人，堕入地狱魔鬼。这时候他看得见，是得害怕啊，不欲修善。这个欲是欲仙，知道这种这个事情，我们平时就要做准备。到临命终时，自在安乐，没有恐怖啊！所以不能够预先修善，临时乃悔，悔之于后，将何及乎？来不及了。佛恩大慈，最重要的是要肯心。佛对众生一无所求，啊！可是现在人造作罪业，还求佛菩萨保佑，对佛菩萨行贿，都是罪业，罪上加罪。他不知道啊。我们看念老的注解，如是之人，心与愚痴，行力行为不正啊。那么现在这个社会，从老到少，这一句话保健怎么办？那我们就都知道，今天做好事，帮助年轻人，鼓励他们学习传统文化，学习大乘佛法，成就这些年轻人将来大乘跟传统文化都能够在地球上发扬光大，普度众生，这个功德就大了。这个工作你就做对了，啊！现在科学发达，传媒越来越进步，我们相信若干年，可能不超过十年，卫星电视可能就像这一本书这么大，可以装在你口袋里头，你到处都能看到。这个我们有信心，不难做到。
那么真正要教的，我是希望国家来做。国家有个教育电视台，24小时不中断，请这些年轻的老师们天天讲啊，一边讲完了从头再讲啊，要讲求变数多，讲的越多越精彩，讲多了也能开悟，大开元解，教下宗门大彻大悟，从定教下大彻大悟，从讲。清凉大师当年在世讲华严经讲50多遍呢、啊，后人尊称他为华严菩萨，有道理啊。那么心欲行力就难教了。心有智慧，行端正庄严，又肯相信，这就是佛要求的学生传人对象。我们要鼓励年轻人，鼓励他发心，学佛、学菩萨、学孔子、学孟子、学老庄，啊，有好的榜样，认真努力，一定可以成就。啊，遇到这样的人，我们全心全力资助他。帮助他，成就他。这是好事。当代头等的好事。传统文化是宝，大乘佛法是宝，这些发心的孩子们是宝，发心护持这些人也是宝。传统文化传了5000年，不至于断绝，还希望世世代代传下去，在干这个事情。啊，在我们想象当中，这个事业得祖宗保佑，众神保护我，一定会成功。啊，所以我们有信心。虽然慈心教诲而不肯信，苦口欲无益于人啊，苦口婆心劝导他，他不能接受啊。为什么？盖因如是痴人心中茅塞，虽闻良言不能灵解，此真心吃毒所招感之痛苦。念老这几句话
在他写这部注解的时候，大概15年前，他看到的，现在这个社会，无论在什么时候，无论在什么场所，你细心冷静观察，就在面前。这是什么原因？教育失败了，教错了，所以扎根教育重要，儒的根《弟子规》，道的根《感应篇》，佛的根是善业，这三本小书重要啊！不从这上扎根，没有救。啊，根怎么扎？我们的希望都在老师。为什么？老师要做出榜样，还要家长配合。家长要做出榜样，孩子就相信。你叫他念，叫他读，他念书，他会背了。他看到大人都没这么做，父母在家里也没这么做，老师在外面也没这么做，他不会做啊，看样学样，他的信心怎么能生起来？他怎么能开智慧？为什么不能开智慧？就是他不听了，他听多了说，你们骗我，你们说好，为什么你们没做到？几个人能一教奉行？几个人能回头是岸？做父母，做老师的不回头，孩子们不会回头。所以真正救社会、救国家、救这个民族、救全人类，就要靠这些做父母、做老师的人，把这三个根落实，这个功德大了。什么样的大事业都不能跟他相比。他们太伟大了。做的人自己知道。有福德的人知道。就心地清净，有智慧的人看见，没有智慧，没有福德，看到你都知你人傻了。这是什么时代啊？啊，你还想回到古时候去？他在讽刺你，他不是鼓励你，他是拉你下台。送你到的恶鬼地狱，这种人多，鼓励赞叹的人少。
世风日下，到基础啊。故净严所，隋朝慧远法师他的无量寿经注解叫净严所啊，在这个注解里他说，现有愚痴，啊，丈夫心，无所知晓，以之为痛啊！下面念老的话，盖为愚痴佛心，故蒙昧无知，此是为人生之巨痛。人生最大的痛苦是不觉，是愚痴。为什么？他造我业，这一生纵然是富贵，来生是三途，而且来生就在眼前，无法逃避，逃避这个不能不知道。往幕后这一段，大命将终，回举教职，寿命到了，这是后悔，来不及了，恐惧害怕，无济于事。啊，义基大师说，生死为大命，穷彼为小命，贫穷生活很困难，叫小命啊，生死是大命。回聚者往昔世数，回聚等者等等，这一些文字命于宗室，欲火来现，见此相时，生惧生悔，回惧惧怜，故云教之，欲火必生少啊。这个我们一般讲地狱相现前，他看到了啊，要堕地狱的人，临终的时候看到地狱，看到火，啊，这个时候听说有地狱是真的，他真见到了，后悔莫及。啊，欲火必生，这是烧，这是堕地狱相现前。人若不欲有生之年，欲心修善，至命终时，方是悔恨。但为时已晚，后悔莫及。啊，欲就是欲心，欲心的意思。这个年岁越轻，时间越长，早做准备，不后悔啊。年岁大的人，老实念佛，万缘放下，什么都不要想了，求生净土，
还来得及。啊，这是这个法门的殊胜。释迦佛一生四十九岁所说的一切教，我们要问哪一本第一，我告诉你这一本第一。哪一本最管用，对什么人都管用，对我管用，对你管用，对他管用，对积功累德的人管用，对造作无逆使我罪业的人也管用，就这一种，除这一种之外没有第二种。啊，那么跟这个同等等级的经，无量寿称为大经，经中大经，还有小经，小经是阿弥陀佛经，阿弥陀经小本管用，还有一本观无量寿佛经，修十六观都行，这三种是同步啊，有大小的差别。这个大本小本都是主信愿持名，这是任何人都合适的。观经是特别修观的，修禅修密的，对他们管用啊。五经一论我过去都曾经讲过啊，都有资料流传，大家可以做参考啊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地。